第23题，甲物体由0秒开始，然后运动到第2秒，位移多少？题目给的是 VT 图， VT 图直线代表加速度，面积代表位移，所以0到2秒钟我们就要算这个的面积。这是个梯形，梯形面积要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，所以上底加上下底乘以高除以2，所以消掉就是25加15就是40。所以第23题我们说，甲物体由0秒开始，然后运动到第2秒，位移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40公尺。